到你，却又无尽泪泣。长烟落日山河浊，你在缥缈云里花里，你在缥缈云里花里。唱歌一曲，你不要害怕，我想帮助你，所以必须要知道你是谁。你这个人真是不知好歹，狄大人几次救你性命，你竟然如此拖大。你知道吗？如果没有狄大人的话，你在小莲子村就没命了。哎，远方，好吧，你不想说也没有关系，什么时候你想说了就叫人去找我好吗？这个李二真的是不知好歹，早知如此，当初何必为他苦苦卖命？哎，元芳，你发现了没有？他好像听不太懂我们说的话。怎么会呢，大人？他既不是南蛮，也不是北狄，怎么会听不懂我们讲话？我想，这厮一定是方谦的同党，惧怕大人审问，因此装聋作哑。既然如此，那方谦和傅蛇为什么都要追杀他呢？他们一定是为了个人的利益反目为敌的。哎，没那么简单。方谦和傅蛇都是使团被杀案的重要案犯，而这两条线都同时指向了李二，这就说明李二这个人在本案中的位置举足轻重。元芳啊，不要着急，你还没有感觉到吗？案情已经逐渐的清晰起来了。大人这么一说，
倒还真是的。刘金暴露以后，我就认定他就是使团被害案的元凶巨鳄。可是刘金被杀，腐蛇的出现，这就证明他们的背后还有一只黑手。说得好，来，元芳，坐啊。卑职不敢。哎，坐嘛。大人，卑职还是站着的好。你呀，元芳，腹蛇的暴露就令我们离事情的真相更近了。我可以这样断言，使团遇害案是一个庞大的组织在暗中操控的，而贾方谦、刘金、腹蛇都是这个组织的重要人物。这个组织利用幽州作为基地，暗行谋反之举，这就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作为支持，而方谦等人所做的就是为这个组织输送钱粮，他利用刺史的位置提供一切便利条件，这也就解释了这些人贪污未付款、偷运府库官银等等一切行为。是啊，大人，我怎么就没想到呢？所以我们现在的当务之急就是要摸清李二的身份和他在本案中所担当的角色，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一定要除掉李二。一定要想办法除掉他。是。什么事？是是的，我在问你该怎么除掉他。主人，腹蛇暴露，现在狄仁杰身边已经没有我们的人了，而且都督府周围重兵把守，就是想混进府内都万分艰难，更不要说行刺了。李二不死，就意味着我们将失去万源，而失去万源就意味着我们的全盘计划都会失败。这个道理你明白吗？这个道理你懂吗？狄仁杰在一步步逼近我们，而我们却无计可施。好了，你马上撒出人手，严密监视狄仁杰的一举一动。我呢，要想个万全之策，这一回绝不能失手。是。你说该怎么办呢？阿兰，放弃吧，现在放弃还来得及。你真的想让我放弃吗？难道几年的辛劳就这样毁于一旦吗？你现在已经毫无屏障可依，事实上已经直接暴露在狄公面前，再不放弃就会身败名裂。我放弃，我听你的，我放弃。你知道吗？在很小的时候，
我就养成了一个习惯，凡是我想得到的东西就一定要得到，不管付出多大代价。如果谁想阻拦我的话，你知道我会怎么样吗？你会杀死他。是的。阿辉，算我求你，不要做阻拦我的人。不是我想阻拦你，是事实令你不得不放弃。看来连你也不支持我了。有句话我一直想对你说，自从这个计划开始后，你的整个人变得近乎疯狂了，这太可怕了。审时度势才是真的英雄。哼，你是说你才是真的英雄对吗？好了，多余的话我不想说了。如果你要一意孤行，后果不堪设想。阿辉，我只有一个要求，如果你不能再帮助我的话，我也希望你继续支持我。我想这个要求并不过分吧。旁的我不管，你想做什么都可以，只有一样，如果你想杀死狄公，阿兰，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我会阻止你。你说什么？你要阻止我？你要阻止我？你为什么不躲？这个世界上能够杀死我的人只有一个，那就是你。阿兰，只要我还活着，就绝不会让你杀死狄公。所以你最好还是再补上一刀。不，阿辉，对不起，我放弃吧，阿兰。不，我绝不放弃，我也不能放弃，就是身败名裂，我也要做最后的一搏，否则的话，我会死不瞑目。大人。哦，诸位大人都到了。各位请坐。谢大人。今天请诸位大人来是想问一件事情。大人请讲，卑职等一定知无不言。李二这个人诸位都听说过吧？李二。李二。此人在大牢中被关押了三天，后杀官越狱逃往江湖。哦，大人说的是那个奸细啊。奸细。正是，此人化妆成生意人潜进城来，守城官军盘查询问，
他却装聋作哑，连笔带画。门军觉得可疑，便将他扣了下来，交与卑职。卑职令人严加讯问，此人竟一声不出。然而在他的行囊中，卑职发现了一些写着突厥文字的羊皮书信，因此卑职怀疑他是突厥派来的奸细，于是上报了刺史大人，刺史大人下令将他押入大牢。那羊皮书信现在何处？被刺史大人调走了。哦，那这李二是怎么样越狱逃走的呢？9月23日，也就是抓住奸细的第三天，刺史大人突然下令将他处以极刑，而恰在此时大柳树村村民攻打大牢，此人就趁乱逃走了。变乱后，卑职曾问过刺史大人，他却说此人已死，命我将他的名字从犯人集中除去。哦，是这样。你回去速将此事查查清楚，详细向我奏报。是。大人。啊。元芳啊，从典史的话当中不难听出，刚刚抓住李二时，贾方谦并没有把他当作什么重要的人物，而只是当作普通的奸细关押在大牢之中。后来到底是什么原因促使贾方谦突然改变了态度，急于要将这个李二杀死呢？那些羊皮书信。正是。仅凭这一点就足以证明这个李二的身份一定非同寻常。可惜啊大人，那些书信再也找不到了。这个李二是个谜呀。大人，您这么一说，我这好奇心还真起来了。您说就凭他一个李二能是什么大人物啊？元芳，你是不是会讲突厥话？大人，您怎么知道的？你如果不会讲突厥话，甘南道大总管也不会派你去做突厥使团的卫队长。我真是服了您了。不错，我确实会讲突厥话，而且还讲得不错。好。老爷。老爷，幽州典史现在正堂等候，说有要事回禀。走。哦，大人，有事吗？啊，大人，回衙后，卑职仔细查看了库存的所有证物，有一枚戒指，是在逮捕李二时从他身上搜出来的。刺史大人在调取证物时落下了，故此留了下来。戒指现在何处？大人。虎头。飞鹰，好，你做得很好，程大人夸奖。你先下去吧，本阁定有重赏。是。元芳，你来看看这戒指，你是不是认识？大人，这不可能啊！哦，
Mazasti。看来，我们可以好好的谈谈了。你到底是什么人？金斯密斯，不用费事了，我会讲汉话。既然我已经落在了你们的手中，开刀便是，不必多说了。我们并不想杀你。哼，那是因为你还不知道我是谁。元芳，是。如果这枚戒指属于你的话，你应该是突厥国的吉利可汗。这三个虎头，代表着突厥可汗位下最精锐的三个虎师。一只飞鹰凌驾其上，象征着突厥可汗至高无上的地位。我说的没错吧？不错，我就是吉利。这位狄大人，是朝廷的钦差大臣。我知道。你知道？你微服进幽州时，我听到了你们的谈话。那么，那个夜闯客店的人就是你。正是。大周朝皇帝驾下，幽州大都督同凤阁英台平章事狄仁杰参见可汗陛下，时差进误，不能全礼，望陛下恕微臣不恭之罪。你是狄仁杰？正是微臣。再向大人免礼。谢陛下。狄公之名我早有耳闻，想不到钦差大臣竟会是狄仁杰。我明白了，那天陛下银夜来到客栈，是有话要对微臣讲。是的，可是还没等我叫醒大人，侍卫便已经到了。看来这是个误会，他们以为陛下是刺客。二位，你们和幽州刺史不是一路的吧？哦，陛下可能还不知道，微臣刚刚处置了幽州刺史方前，消灭了逆党，现在陛下已经安全了。狄大人，能不能送我进京，面见大周天子？那是当然，就是陛下不提，微臣也会如此行事。只是微臣有一事不明，想在陛下驾前请教。你是想问，我堂堂突厥可汗，怎么会一个人流落幽州，是吗？正是。
说来话长啊。李大人请坐。微臣不敢。大人不必拘礼，请坐。微臣谢陛下。在我讲述之前，能不能先问一个问题？陛下请讲。我突厥议和使团现在何处？不瞒陛下，一月之前，使团在甘南道石河川全体遇害，这位就是当时护送使团的卫队长李将军，也是这次惨祸当中唯一的幸存者。早在预料之中，连我都难逃毒手，就更不用说史毕了。陛下，此话怎讲？狄大人对我突厥的情况应该略知一二。在我突厥内部一直存在着两派，一派以舍弟史毕为首，乃主和派；另一派以我的叔叔莫杜为首，为主战派。两派势力水火不容。臣曾耳闻此事。因为我和史毕的母亲是大唐太宗皇帝赐婚的汉城公主，因此莫杜一直视我兄弟为眼中钉，欲除之而后快。当年我继承父位成为吉利可汗时，他就百般阻挠，甚至不惜刀兵相见。然而虎师全力拥戴，这才使他的阴谋无法得逞。这件事臣也曾耳闻。此次我接纳史毕的建议，与大周议和，本想莫杜会极力反对，可没想到他却一反常态极力赞成。哦，当时我就觉得非常奇怪，但不久之后我就全明白了，原来莫杜正在筹划一场政变。我震惊之余急忙部署，不料莫杜却提早下手，在我出猎时突然发难，我措手不及，只得只身逃走。由于我在突厥国内势力很大，三个虎师更是效忠于我，莫杜不敢公布真相，于是便编出了一套谎言，诬指史毕联合大周汉人将我刺死。国内一片哗然，各军统领纷纷请战为我报仇，这正中了莫杜的下怀。他一面积极备战，一面派出部将四处追杀，一定要将我置于死地。我几次想潜回国内，都被莫杜的人发现追杀，万般无奈之下，我只得暗寄幽州，想经幽州进长安，面见大周天子，借兵回国，平叛内乱。这不失为一个妙策良方啊。是啊，只要我能够在国内露面，莫杜等人便不攻自溃。只是当时莫杜逆党封锁边境，不要说我回到国内，只要我一出大周边境便会立遭不测。于是我打定主意先进幽州，可是陛下刚一进城门便遭逮捕。不错，当时有一个官员审讯我，说我是奸细，我怕泄露行藏，一直缄口不言。我想只要我行囊中那些证明我身份的国书文件和戒指被发现，幽州刺史就知道我是谁了。当时两国正在议和，我料定刺史一定会以礼相待，送我进京。可是令我震惊的事情发生了，两天后幽州刺史竟下令将我处死。从那以后，我突然发现
自己竟像在国内一样被人追杀，这令我百思不得其解。明白了，完全明白了。狄公指的是什么？陛下，臣奉旨到幽州，就是为了调查突厥使团遇害一案的。哦，进展怎么样？到刚刚为止，一切疑团都已经解开了。这个贾方谦、刘金还有傅蛇，以及他们背后的那个庞大的组织，与突厥逆党莫度内外勾结，莫度利用他们铲除了史毕可汗和突厥议和使团，而他们以莫度大军为外援，以名单联络各处逆党，盘踞幽州，积极筹备，只等莫度大军一到，他们便里应外合，内外并举，使大周的天下陷于战乱之中，他们也好乱中夺权。好一个如意的算盘。大人，这下一切都可以连起来了。那个贾方谦得知吉利可汗的身份以后立刻上报，他的上司马上通知莫度，于是一场追杀可汗的行动就开始了。对，现在可以这样说，突厥使团遇害一案已经真相大白，现在的当务之急是要尽速破获这个邪恶的组织，助可汗回国，否则两国战事一起，生灵涂炭，后果不堪设想。狄公所言极是。元芳，我立刻具表，你派牵牛卫600里加急火速送往境内，请求朝廷允许我就近调动大军。是。陛下，为了您的安全，还要让您委屈一下，化妆以后扮作微臣的随从。一切全凭狄公安排。多谢陛下。这是小莲子村，这里就是洞穴。嗯，是时候了，看来我们该下去走走了。什么时候出发？我去通知卫队。马上出发，就我们四个人。大人的这身打扮让我想起了我们刚进幽州的时候。那时候我们给了贾方谦一个措手不及，这一次我这个走方郎中要再给那些祸害百姓的恶贼们一点颜色看看。大人，小莲子村的村民把眼睛都望穿了，就盼着您这位青天大老爷早点到呢。哎，可不能让乡亲们知道，也不能惊动任何人，我们这次行动绝对保密啊。一切都照您的吩咐安排妥当了。好，办得好。你马上率精干之士兵分两路，一路分头通知名单上的盟友，让他们闻风而动，另一路
由你亲自率领，即刻前往突厥，将我的计划告知默都可汗，请他率大军提前叩关。哦，再有，今后幽州城中的联络地点就改在天宝银号。是。成败在此一举。怎么了，大人？这是个铁石矿。铁石矿？是啊，陛下，您可能有所不知，我在做户部侍郎的时候曾经接触过，这种石头里含有大量的铁质，经过大火的淬炼可以炼出铁块。这石头可以炼成铁？这可不是普通的石头，这叫铁石。陛下，在中华与突厥两国和好之时，边境互市，贵国的商人曾经用马匹换取我国的铁器，这您应该知道吧？嗯，打造那些铁器的生铁就是从这种石头里面炼出来的。哦，大人，我终于明白了，那些村民为什么会死在这里。哦，为什么？嗯，我问你，造反需要什么？兵器啊。兵器是用什么造出来的？铁呀。嗯，哦，你是说？是啊，元芳的话说得很对，这些人利用鬼阵作为掩护，抓捕附近的村民充当劳力，送到这里开凿铁矿，冶炼成铁，打造兵器甲仗，为起兵谋反做准备。而那个甲方谦则利用官府发下封山令，任何人不得上山。前几天甲方谦逆党被迫，我撤销了封山令，他们来不及转移，这才用巨石堵住了洞口，引水灌窑，杀人灭口。哦，是这么回事啊。这些杀人不眨眼的禽兽，要是不将他们绳之以法，我狄仁杰就无颜去见幽州父老。看来所有的结症所在就在这个鬼阵。元芳，走。大人小心。是谁？没看清楚。走。哎，
料到你们会来这里送死的。来这是肯定的，送死倒不见得。是，杀了他！快下！Thank you.